Hello， 大家好，多人多皮斯拉亚比，我呢家就喺 McCowan 同埋 Finch 之间嘅商场入边，呢度就有一间历史几耐嘅酒楼，豪门宴，入去攞位先。大家好，大家早，好早啊！今日因为趁10:55之前入单，呢度有特价茶，大中小一律都系计小点4.8，唔讲咁多，点咗先。哇！佢嚟啦！系啊，而家我哋仲有呢个机械人咯。系，头先点咗啲嘢嚟啦。咁啊 ，VIP 卡咧，我哋咧就係30蚊嘅，但係咧我哋會送翻20蚊嘅現金券俾你翻嚟用嘅，咁其實基本上都係10蚊。即係10蚊嘅會員卡。咁啊，會員卡咧就就會有9折啦。係。咁同埋咧，我哋嗰啲茶位啊，嗰啲就會半價嘅。你哋同另外一間鴻福係咪姊妹店咧？都係嘅，係啊。都係姊妹店。即係話鴻福嗰邊嗰個 VIP 都係咁樣嘅。係，不過我哋就係分開嘅，即係豪門宴嘅有豪門宴嘅，鴻福就有鴻福嘅。哦，所以我見到有啲點心都唔多同咁樣。係啊係啊，兩邊唔一樣㗎。啊嚇嚇！係啊，即係呢邊就可能 fusion 嘢多啲，你見到係啊。係。嗯，咁你可以試下咯。好啊，好啊，咁我今日就試試豪門宴嗰啲先。有咗機械人小朋友嘅幫手，話咁快，好快就上齊啦！我哋叫嗰啲嘢，好啦喎，開始啦喎。
吸引啊！呢、這個好耐未見過，呢、這個就係巧手家鄉竹葉果，軟淋淋啊，好似雪糕筒咁樣，咁樣可以成個揸住食啦，又可以拆開佢，哇！黐住圓咕碌，好似糯米糍咁嘅。原來是鹹點嚟嘅，睇下咩味道先。啊，用塊葉包住幾得意喎，幾雅致。啊，皮好煙韌哦，入邊有蝦米、花生、少少臘腸，仲有啲肉碎，仲有啲潮州嘅菜脯啦，都幾好食噶呢個。試過以前喺香港食嗰啲竹葉果咧，係甜點嚟噶。呢、这個是鹹碟，非常有特色。咁食落去咧，就有潮州茶果嗰個味道喺度，芝士、鮮奶、榴蓮酥，呢、这個要趁熱食啊！上邊就見到有少少芝士啦，下邊有啲榴蓮，見到嗰啲榴蓮飆出嚟，開啦！點心開箱。見到個皮咧好鬆啊！哇，入邊咁嘅喎，入邊有少少嘅鮮奶啦，同埋榴蓮，跟住有芝士。見到個酥皮好薄，好香嘅味道啊！唔知道可唔可以拉絲咧？拉一下，個酥皮個皮咧好鬆化。加咗個芝士面咧，鹹鹹地咁樣咯，基本上係一個奶撻咯。咁上面再加啲榴蓮，上面再加芝士咁樣咯。唔係全個榴蓮咧就冇咁甜咯，都好食噶。不過我覺得就係唔加芝士會更好啊。加咗芝士就靚啲咯，但係唔加芝士咧，我覺得個味道會夾啲咁樣咯。哇！又要煎住啦，我咪成地都係潮州粉果。看見個皮，個粉果皮都好透喎，若隱若現。今朝早新包嘅六點鐘包嘅粉果，開咗嚟俾大家睇下先。啊，睇到個粉果皮都好薄，入邊睇到啊，花生、粉果、韭菜、肉碎，另外有啲其他嘅菜。同竹葉果咧真係有少少唔同啊，因為睇到咧，佢至少係多咗樣。沙果，入面好爽，系有少少辣，好轻微嘅辣。个馅料同竹叶果咧系有啲唔同嘅，啲菜好新鲜。夹个鱼子烧卖，依度嘅烧卖咧肯定大过乒乓波，个半咁上下啦。即係落碗嗰度，成半個碗咁大，唔得啊，要拎出嚟啦。喺入面就剪唔到啊，開嚟睇下先。上面仲有少少燒賣汁喺度，入面就好靚嘅粉色咯，睇到有啲蝦咯，少少嘅冬菇，試下個味道係點先。真係好重手啊，吉住嚟食都得，好大隻，係咪大過個口呢？啊！哇！嗰啲肉汁流曬出嚟，入邊嗰啲豬肉咧就彈牙啦，同埋有啲蝦喺度，味道好鮮咯，不過好容易飽，好大個，好食。呢、這個係柴魚排骨花生粥，咁就個豬骨就唔會咁大咯。睇下有啲咩先，呢、這個就係柴魚啦，排骨啦。另外有花生，個料是幾多下的，同埋個粥的濃度啊，都是啱啱好啊，幾香。朝頭早咧食粥啊，係好有益的，真係有柴魚味喎、啊。個粥底咧係好有味啊，啲花生咧係幾腍幾化下噶，個柴魚唔韌喎。不過我覺得呢個粥咧，如果上台之前咧，揀啲葱花落去咧，就會更加好。食下呢個先。芋果啊，都是好大个啊个芋果，大过只手板，打横咧就已经出咗我嘅手板位啊！打直度下系点样？啱啱好啦，都未到手指位，都几重手嘅，开嚟俾大家睇下先。
剪開的時候呢，大家都可以聽到啲脆脆的聲音，聽得到的脆，入面是這樣的，有些芋蓉啊，還有一點點肉碎在這裡，肉就不是很多，但是看到呢就芋蓉就很多了，還有一點點韭菜，好脆，外面那陣皮呢不會是太厚的，幾薄下，但是一吃呢就會吃到滿滿的芋蓉先咯，又咬下去呢就吃到餡的，又是可以吃飽人，喜歡吃芋角的人就會幾開心下，但是我就覺得呢芋頭上面的脆粉呢如果可以拉高一點那就會更加好，因為很多人是喜歡吃外面脆脆的部分的，牛腸免治牛肉腸，哦，餡料呢就看到很滿，看看入面是怎樣，入面就是這樣的，還有少少肉汁，但是看到它的腸皮是很薄，就算連接口的部分都是很薄的，就這樣試看看它的味道是怎樣先，可以不用加豉油啊，這個入面有少少馬蹄啊，鹽西啊，鹽西味好重啊，另外有啲陳皮啊，如果個味道較翻淡少少咧，咁就會好啲。呢度點心師傅咧做得呢度嘅腸粉皮咧係好薄啊，啲餡料就好豐富咯，有爆曬出嚟嘅感覺。鮮蝦韭菜盒個樣好似春卷噶嘛，試一下又係好大條噶喎。應該叫鮮蝦韭菜卷就差不多，給大家聽下，看看脆不脆先，麻麻地脆喎，這樣看看裡面是什麼蝦咯，很多蝦，還有有韭菜，外面的春卷皮就非常薄了，看到看看脆不脆，又是很脆的，韭菜加上蝦發覺是很好的配搭，裡面的餡料又是挺豐富下，蝦挺多，還有個皮就真的很薄，那我就繼續跟我家人吃點心，那我就會將所有資料擠在描述欄裡面，大家有興趣就不妨打開來看看，順便訂閱肥師奶阿咪的頻道，點讚留言同埋撳下叮噹仔，仲有分享俾大家。好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啲人越嚟越多，我哋好早嚟㗎，如果唔係點會拍到咁靚嘅場景啊？